各位观众好啊，我们今天这一集呢是比较特别啊，就是因为呢，我们在很多的这反映的这个会员来源中间呢，里面有好几位朋友呢反映说，可不可以看到张教授你的作品啊，比较完整一点的作品啊？那我很好奇啊，那我就刚好顺便哈，手上有些东西呢，我就再来讲解一下啊。那刚这些很多绘画有很多尝试，不光是技，也有很多是属于那个美学的，还有知识性的啊，范围非常的广，但是都可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艺术家必备的条件啊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来讲。我们现在这个，我现在的画叫小写意画。那小写意里面，基本上是比较精致一点。当然，我现在的作品都是比较掺和了很多西画进去，所以说我将来会有机会可以看到我现在的作品，啊，都是走了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风格，自己创的一个风格啊。那我就把。基本的也，那为什么先上基本？因为这个最基本的，也就是我们真正现在要学的东西啊。现在我先来讲这个啊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看这个上面哈，他们又当初打出来的两套这个春夏秋冬的这个小写意的视频。那这个这种小写意东西呢，比较精致，那么也很受到人家的喜爱。那么，因为呢，如果说今天你挂一张一张画，就一个牡丹花，哦，大大，然后两知了，那现在呢，挂有四种花，八知了啊。但是呢，说的比较现实一点，画家我们卖画是用按尺寸算的，所以说是一样的啊，一样的价。他讲，那我花同样价钱，我可以有四种花，八个了啊，比较划算。所以说，视频化呢，一直在古至今都很受到人家欢迎。同时，你宽的时候可以打开，你要缩呢可以缩起来。同时，你可以单张挂，你可以两张挂，可以三张挂，可以分，可以合啊。所以，我就来跟各位介绍。刚在网上你可以看到了哈，第一组呢，是一个牡丹，春天。跟两只白头鸟啊，叫富贵白头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荷花啊，叫香远益清。它又在水边，所以我画了两只这个叫鱼狗，也叫做翡翠。那这种鸟呢，在岸边专门在水边啊去吃鱼的啊，鱼狗。那么，但是在鱼狗它的习性上呢，常喜欢单独的。但是我们为了这个画面好看呢，成双成对呢，所以我画了两只。这个翡翠鸟，第三个呢，秋天啊，就是黄菊花，还有两只小鸟。那么冬天呢，我画的是梅花和竹子。竹子呢是一年四季都会有的，所以说任何时候四季中都可以配竹子。好，那现在我要讲视频画的重点。第一个，当这四张画在一起的时候，第一个方向一定要。由右至左，所以常常有很多人把这个画呢挂反掉了，都以为是从左至右，啊，我们中国至今画画都是右至左，啊，右至左，所以说一定春夏秋冬啊，再这样来分，啊，另外来讲，我们看它的构图啊，都是要达到那几个字，要漂亮一定要浓淡疏密参差。啊，都要配合啊！你看里面都有梅花，这个牡丹哈，竹与客，大与小。那么这荷花，你看上面重是竹，下面是客疏。那菊花啊，也是三加一，三是竹，一是客啊。那梅花呢，它下来以后加上竹子，再配合前面的梅花，它变竹，下面就变客。
啊，这个是注意到它的这个每一张画长条数主客之分，啊，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。同时呢，注意到当我们要画视频的时候，中间的不用管，左右两边，右边的一定要其视从右向左走，左边这个一定要从左边向右走，形成个拱形啊，这个是我们画视频画特别特别注意，中间两张可以左右走，唯独最右的它的要右为背，要向中间，左的呢也要左为背向中间，它才形成一个抱的形，这时候呢它的气场呢不会跑掉了啊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啊。那么在下面呢，我们就再看另外一组，就是春天牡丹，你看牡丹白头，它也是从右向中这个势。夏天呢，柳树还有黄色的月季啊，蔷薇在一起。那在这边呢，我们很快也会教到柳树的画法啊，还有就是这个月季的画法，我们都很快也会教到了啊。那么这个中间呢，左右就比较不分。秋天呢，它是桂花，我们学过的啊，桂花，你看它可以放在画里面会怎么样啊？然后呢，下面是芙蓉，然后很快我们也会学到芙蓉是五瓣的，它的那个叶子是掌状啊，然后呢就是从月季勾上了线，就变成了芙蓉花，它都是秋天长的，所以我们任何在画花的时候，季节性一定要配合这个上面东西啊，你不能到了秋天画个荷花不行哈，那个季节错乱了这个不行。那么你看它冬天呢，我这个上面画的东西我们画过，我是用一个勾勒的茶花，还有一个叫腊梅，腊梅就黄色的梅花就叫腊梅，那腊梅跟一般的白梅是五片，腊梅是多片，而且当腊梅开的时候已经要接近春天了啊，这就是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两套画。那我们仔细哈，我再放去，我有的我你看我放了一些放大的，大家可以是把它做成稿啊，你可以看到我的鸟类是怎么样来慢慢的把它画出来的啊，这就是有人说要知道我画小写意的情况，那我就把这个呢做个代表，让大家能够去欣赏它，因为欣赏画也是我们学画的一个过程跟内容历程，也是很重要的，很重要的啊。今天我大概就先介绍这里，将来有机会我再介绍其他的不同的花种给各位啊，谢谢。